小心一点，不要人家听到了。我好不容易才等到这个机会，从厨房里偷了一个馒头，你快吃。谢谢你啊，不过我现在不饿，我把它留着，等饿了再吃。对了，你爹呢？他回家了吗？回来了，可是他一个人躲在房间里，都不跟人家说话。那你呢？你还好吗？我不好，我难过死了。大娘，你告诉我，在大厅里的时候，你是不是怕认了我，就会被抓到官府里面去？所以你不能认我，是不是？你说话呀！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不用怕，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。不管你有没有偷东西，我只是想要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亲家。你告诉我，我求求你告诉我。天父，好对不起你，我真的不是你娘。我不信，我不信。如果你不是我亲娘，那为什么我第一次见你，我就会那么喜欢你？你不要我，那没有关系。我只要你承认我，让我知道我还有一个亲娘，这样我会更乖更听话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承认我呢？为什么？天父，天父，天父，天知道我愿意不计任何代价，只求我们能够母子相认了，就是为了将来有这么一天。现在我才不得不忍痛伤你，你原谅我，你原谅我吧。天好啊！真的阿妈，还未困哟？阿哥在想阿妈的气哦，哈？我不想跟你说话。好啦好啦，啊，也唔过阿妈有话要问你的时阵，你嘛就应该点一个头，或者是摇头啊，哈？等后日啊，你无咧生气的时阵，再来跟阿妈讲。我永远都不想跟你说话。这样好啊！不要碰我！原来你跟阿忠积累套是一国的，你骗我，你一直都爱骗我。这歪事！你不需要我娘，你为什么要骗他说可以让我爹成亲呢？外公，你听到我已经被你气死了，娘当然不想要跟你住了。他才不是偷东西，一定是急着要逃出去，一定是这样。把丢进来那么凶，当然把他吓死啊。反正娘阿忠进来把伴娘放出来以后，我叫他就要带我和爹一起走。天母，阿妈的，阿妈你都唔知啊心。对，我不要管你了，我不管你了。天母啊，你不是跟阿妈上界亲？顶边我讲叫恁走的时阵，你不是还阁声声句句不甘留我踮咧遮？天母，我求你原谅我。你原谅我好无？我知影我唔对，当当时我不应该遐尔固执，来将你甲庆荣啊拆散。那不过我早就已经反悔啊！庆荣起笑的时阵，我就已经觉悟。老夫人，您是怎么了？
是，不管安怎讲，代志哦是对我才来发生的。要若不是我，就无今仔日这一切的悲惨。更加莫讲是对半年前，你当然啦，你是有理由来责罚我。对头，我就讲过，我唔惊你找我算账，这拢是我自己做得来。 这是我的报应，你会使用任何的方法来对待。也唔过，我拜托，你莫用这种的方法，好不？老夫人，我真的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将天后对我的身躯边带走，这我还会忍耐。也唔过，你叫伊哦，背谈背乱，来把我当作是冤仇人。 予伊为心肝来讨厌我一个阿妈，安尼我是要哪会当忍受啦？一个庆幸啊，我是已经失去，我即马干那一个天后啊，伊是我唯一的孙。这几年来，我真心上也会坎坷过，拢是干那靠这个孙尔。 是我唯一的安慰，可是我能够再失去伊，我唔知影我活在这个世间，还阁有啥物价值，还阁有啥物意义？老夫人，我真的没有。到底发生什么事情？为什么你会认为是我叫天福背弃您、违抗您呢？我真的没有啊，宝珠。 要什么？宝珠啊，你就是你宝珠啊！在我面头前，你的脉骨假啊！你土地庙，我头一摆见到你的时阵，我就会认得你啊！林总讲你的面，规变形去啊！敢那你迄两对目睭，你的眼神，迄是我一世人拢无法度来袂去。 却又这样揭穿了我的身份，这是怎么一回事呢？难道先前用心良苦的那一切，全是虚情假意吗？宝珠，宝珠，我知影你昏我，昏我真切，也唔可。自从你过来到林家，敢讲你拢无感觉到我对你的好意，我这么用心来替你安排。 处处来替你解围，我唔对啦。我是有代志想要要求你，希望你会当帮助庆娘。也唔过，除了这件代志以外，还佫有对人的真心，佮真正的心意啊。老夫人，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已经完全丧失理性，胡说八道了。 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宝珠，宝珠，我已经讲啊这么多，敢讲你的心肝拢不会软呢？宝珠，宝珠，你就是宝珠对吗？你搁不知影搞演戏？你看看你，啊？你在讲什么？你卖个假！ 你两个讲的话，阮伫咧外口拢总有听着。行，对我来。你是要创啥啦？你要带他去哪里啊？我要带他去哪里？你还替他操心呐、啊？我看你还是操心你自个。回头我再来收拾。走啊！妈呀！走！妈呀！哎呦，老夫人！哎呦，老夫人！你滚！你去！ 大大你，你凭什么把我调来这？我嘛是林家，这老查某你敢点评？你遐笨重，可讲我嘛是你的主，你搁敢安尼对我咧讲话哦？我安尼对你讲话是安怎？你若是要我生气，我就要提你命，你要死吗？家败如起主。
你的意思就是讲，我咧欺负你啊？要唔你，你出来讲好听话，其实你根本就是存心，这里想要把我解决掉掉。你有影真相，明明早就知影伊是无错，佫甲包庇，佫甲伊尻川倒烧，我来对付。又讲，是谁甲你咧共事？你只不过是人的脚点啊尔啦，人甲你落过去了后，就甲你踢到远远远，安尼你知无？ 你莫搁伫遐闹翻天啊啦！虽然你看阮无假吧，犹过始终阮袂去害你啊！啊，那你无错，迄就无假。你是伊的冤仇啦，这是伊要报复的人哦。你若搁唔敢醒哦，到时阵你家己安怎死的，你拢唔知啦。我不爱听，你莫讲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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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莫讲！我不听，我就爱听。你甲我听清楚。 明仔载透早我就会甲你抱出送去，到时阵啊，记着关了位还是做，你上好是甲阮合作，同齐来控告李宝珠，啊，若无成，无你是要安怎？是要安怎？哼！你毋是伫李宝珠的面头前，将你上届担心、上届操烦代志拢讲讲出来，敢毋是？文章啊！ 你不应该，你千万袂会去害着千浩，我求你，唔通哦，好歹哦，你嘛是看伊大汉的，敢毋是？哈，丽晶啊，丽晶的，千浩啊，伊还袂晓讲话，就咧叫你阿娘，你，李宝珠是千浩的亲生老母，恁叫阿爷算是庆良的原配，阮若无甲帮得倒，我伫恁家是算啥？ 总共一句，从今以后拢看你啊！你就莫阁啰嗦，你安怎做吼？你归去，他白讲啊！我甲你讲，无安尼啦，我才来将阮娘家的土地一半挂予你，安尼好无？安尼以前吼，你一直甲我赔掉遐，甲做伙算起来吼，也已经够恁两个吼一世人吃亲吼。 拢唔免烦恼啊！我才无爱死，你这人咸骨口，一个钱拍一世个，你想做中间间变个遐尼？你到底是要变啥物事？讲！啊，就迄个李宝珠啊，伊是我的冤仇人，也毋过恁两个，恁两个嘛袂甲我甘心啊，所以我毋才想讲，归去吼，啊钱互恁，啊恁做恁走，吼，啊恁趁袂点个我的身躯边来甲我顾顾阵啊，安尼好无？ 姓楼，姐姐，你怎么会来这儿？姐姐，有没有人看到你来啊？外面有两个人在睡觉。快来，你帮姐姐。 去找块大石头来，现在就你能救我出去了。快！大石头。对。文章，无咱搁甲伊好好啊讲，看伊会当甲咱加担保，啊，若无，咱就甲伊要求一寡较值钱，好无？值钱？值钱敢有遐尼简单？我看伊根本就是缓兵之计。 家己的代志都顾袂好，哪搁会甲咱拖时间呐？起码伊上课的时间袂紧走，你唔好怀疑遐尼济啦。伊凊彩讲讲，你就相信阿谁？我看伊表面上是答应咱，也唔过心肝头根本都是要设计咱。假使讲这场是一个陷阱，是一个圈套，到时阵咱哪里开？去外面掠去安一个功夫离婚罪名，安尼是安怎？ 想一个办法，我若是会当两早分着钱，我就想要赶紧走啊！走走走走，我嘛是要走，要唔我咱分着是土地，土地比别人应该袂遐尼简单。搁再讲，土地是真的土地，咱若离开是要安怎卖地？是要安怎离开的？这是要安怎啦？是要安怎？你袂惊是？我捌甲你讲过，我讲伊根本都是咧拖时间，即嘛上好的办法，都是甲李宝珠解决掉，安尼咱才有法度过正。 到迄个时阵，咱哪就爱走。搁再讲啦，
我要定的不是这部分的土地，我是要爱林家所为财产。是真够杂死啊！你这个老查某报仇哪会这么多？我实在有够歹命啦！你什么拢免讲，先将李宝珠抓去官府，把伊的代志先解决，才袂有事的。行，行。小姐，小姐，代志好啊。我明明走无去啊。我们得继续走啊，这边太危险了。李文忠过一会儿就会发现我们不见了，到时候他会跟来找的地方就是这边呢。走吧。可是，静儿，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事情了？我想起来，宝珠，宝珠在这里，我的孩子也在这里，都在这里。在这里，宝珠抱着我的孩子站在这里，我想起来了。是啊，那个时候我抱着孩子站在这里，李文忠他带了好多好多的人来，还有好多好多嫁妆。我还记得他说他要带你跟宝宝先走，可是我怎么样都不答应。孩子，爹今晚就不能陪你了，你要好好陪着娘，明天一早我们家三口就永远可以不用分开了。不分开，再也不分开、啊、那我的宝珠呢？我的孩子呢？哎，庆龙，你看着我，我是宝珠，我就是你的宝珠啊。是不是这块胎记把你给搞糊涂了？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给我把它去掉。静龙，你听我说，这个不是真的，你不要管它。你仔细看，你看清楚啊。不对不对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静龙，你听我说，不要逼我，你不要逼我好不好？我不知道。静龙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逼你的，可是我们没有时间了，跟前这一刻。我不知道我们还能够维持多久，万一我们逃不出去又被李文忠给抓了回去的话，那我们就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静儿，不要逼我，不要逼我。你过来，走，往这边走。你们为我开枪！是。你对我来。是。崔武，阿明武啊！阿伯崔武，阿伯阿伯嘞，你是在不够还班的，给我过来枪！是。就是那个人，就是那个人。我是仙，爱困无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是老先生。庆龙，你听我说。帮我跳窗，逃离小屋之后，李文忠他还是不肯放过我。
想要赶尽杀绝，结果我在惊慌失措当中被他逼到了这里。不要过去，危险呢！你别管我，你先别管我，你现在只要努力的想，你快想啊！我知道，当时你真敢来救我。当我快要坠落悬崖的时候，在我最后一分意识里，我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你在喊我的名字。你想起来了吗？你想起来了吗？宝珠，不，宝珠掉下去了，宝珠已经掉下去了，宝珠已经掉下去了，不要啊！不要！你是不是想起来了？看着我，看着我。是，你不是宝珠，你不是我的宝珠。我是，我是你的宝珠。天哪，我该怎么办？土地公，土地婆，我求求你们救救青楼，救救我！当初我绝望无助的时候，是你们让这块胎记奇迹似的出现在我的脸上，帮助我遮掩，保护我多时。可是现在却因为这块胎记，而使得青楼无法跟我相认。我到底该怎么才能让它消失？怎样才能让它消失？我祈求你们帮帮我吧，帮帮我吧！娘子，这个连环须四年了，宝珠爱的胎记哦，我看你紧甲消掉了。无喏，啊那个消掉，当初的人也是宝珠啊，安尼有危险啊！啊你无消掉，因两个就无多仇人啊！你消掉庆荣，唔知慢慢啊会想起着较早的代志吼。啊你即摆安尼，这个打弄甲咱宝珠一个人咧打，安尼无公平啊！你换庆荣来打看卖啊哩。代志到这也着听你的啦。淹死掉了！我淹死掉了！我淹死掉！啊！宝珠，宝珠！宝珠！宝珠！我认出你了，我现在已经通通记起来了。你撑着点，我不会再失去你，我不会再失去你了。你走！青楼。我是仙。君母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酸。阿袂仙，虽是老先生。朱干娘，你回来啦！还有一对苦命鸳鸯。谢谢你们，真的是谢谢你们，都是因为你们显灵，才可以在今天这么关键的时刻救醒了青龙。我真的有说不出有多么感谢你们。是啊，我浑浑噩噩过了这么多年，简直就像是一个行尸走肉一样，要不是宝珠，我恐怕一辈子都醒不过来。土地公土地婆，你们如此灵圣，保佑宝珠，让他大难不死，我实在是感激不尽，感激不尽。林仙娘，太好了哎！是宝珠啊，家己心诚意诚，这个庆荣啊，痴心感动天地，像这种顺照正道咧行的人，咱若无甲保庇，那有算是正神对吗？宝珠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我居然跟你分开了八年。
这八年来的苦，真不知道你是怎么熬过来的。不，我不苦，我一点都不苦。比起你来，你过得比较辛苦。其实老天爷算是眷顾我的，要是他不让我发疯，让我丧失神智的话，当时那样的打击跟痛苦，我恐怕承受不起，也活不到今天能够跟你有相认跟团圆的机会。不错，这老天是自有他的美意啊。外表青龙看起来他是疯了，其实是老天故意将他的记忆暂时锁起来。也许我在肉体上受尽了很多痛苦跟折磨，可是我在精神上确实一片空白。可是这也带给我周围的人莫大的折磨跟痛苦，像是我娘、你，还有天福。哦，对了，天福不就是我们的孩子吗？是啊，他是一个好懂事、好乖巧、又好贴心的孩子。从他懂事以来，他就是在你身边陪着你、照顾着你呢。可是，他只不过是一个七八岁的孩子吧？是啊。由此可见，你就可以知道他是多么乖巧、多么懂事的孩子了。我头好痛，我头好痛。你头怎么了？我看到一个好凶的女人，她一直在欺负你，一直在欺负天福。那是谁？那是谁呀？她是丽珍。自从你病了一年之后，她就是你娘帮你娶的妻子。我的妻子？可是他是那么蛮横跋扈啊，他怎么会是我的妻子呢？我想他的日子可能过得很悲哀，很不快乐吧。丈夫不认得他，孩子又不是他亲生的，他只有坑我一个少奶奶的头衔而已。这样长久下来，难免他的心情也会走样。那顾华走了，在有奸情。你说那李文忠跟丽珍有奸情啊？他们简直是目中无人。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？他们竟然在我面前毫不避讳的在亲热，他们简直是欺人太甚了。他们既然可以在我面前这样轻视我、糟蹋我，可想而知，他对待我娘、对待天福，一定是没大没小。无法无天呐、啊！我说的对不对？我说的对不对？是不是这样的？青龙，你先听我说，你先什么都别想。你的病情才刚刚恢复，你怎么经得住这样不停的刺激呢？你先冷静下来。我不能，我没有办法。有许许多东西一直窜到我的脑子里面，这只是一些片段，可是已经足够让我想起这八年来
林家在这两个奸人的手上过的是什么非人的生活，尤其是那个李文仲，先是害你在先，然后又淫乱霸占我们林家在后，这个人我绝饶不了的。你说什么？我当然去找他算账，我已经苦里不停地过了八年，现在终于清醒了，现在不清理门户还要等到什么时候？啊，他不像他比像他假的了。你听我说，你先别说。放开我，放开我。宝珠，宝珠，你没事吧？宝珠。青楼，你听我说，为了你，就算赔上我一条命我也愿意。现在好不容易露出了一线生机，你怎么可以再把自己送进虎口里去呢？那这样岂不是前功尽弃？大家还有什么重见天日的机会呢？对对对，庆良，你也沉得住气呀。嗯，小不忍则乱大谋啊。庆良，你听我说，我刚回来的时候，看见你跟天福的处境，我也是痛得受不了，一路冲动的冲到你家去。就被李文仲给逮住。当时，如果我真的落在他的手中的话，那么今天的一切不是都免谈了吗？你说是不是？家当然是要拯救，但是你要先冷静下来，好好听我说每一句话。眼前的各种状况，又等通通了解之后，我们再来研究该怎么办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有道理，我会冷静下来，都听你的，都听你的。安尼唔才对，这叫做听我嘴大富贵。嘿啦，像我都冇听我娘嘴啊。我是仙，爱困我嘛仙，恩恩爱爱人心仙。我是仙。爹，半年，你们就这样走了，不管我了吗？我出去找了半天，后来又听见钟叔他们在说，到处都找过，可是都找不到你们。难道你们真的离开了吗？那我跟阿妈以后要怎么办呢？睡觉、啊。你给我照实讲，你两个到底是秘在什么所在？藏在哪位？我不知道。不知呀？你是要骗鬼信？恁三个常常熬作伙，一定有约一个什么秘密的所在。迄个神经遐尼高的生物，阮当早就设计好势。我都唔相信你会唔知呀？啊，唔紧讲出来，紧讲啊！你是说，本娘就是我的亲娘？我来。真是吕宝珠的孩子，睁眼说瞎话的本领真是青出于蓝胜于蓝。我告诉你，你阿妈已经承认了，没错，伴娘就是你的亲娘吕宝珠，你还在这给我装蒜？伴娘就是我的亲娘，她真的就是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回来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让我去找我姐。好了，放开我！你别傻，你娘根本就不要你，你还这么拼命的维护她干什么？你胡说！你乱说！你胡说！没有乱说。我听清楚，你娘这次回来完全是为了报仇而已。只是在她还没有得逞以前，身份败露，她一心只想逃跑，她根本就不管你。戆囡啊，无论你以前对你讲过什么好听话，迄拢不是实在，拢是伫咧骗你啊！都参照你阿爹同款，嘛去互骗到聋聋生，帮助伊走出来。但是嘛，一定唔知去互伊等到什么所在无咧惨，所以哦，你就要较紧讲出来。啊，若无伫咧外口受妖受怪的人，是恁阿爹哦。不，我娘才不会这样对我爹，她才不会了。你懂什么啊你？别说经过这么多年，
就说当年他要是真爱你爹的话，他根本就不会谈婚。更何况现在你爹他欠人这副德行，他还会要他吗？我告诉你，他外面分明就是有利有害人，他早就跟人家跑了。不，我娘没有，他没有。你说我娘的坏话，你说我娘，你说我娘，你是在做啥？啊？妈，你两个大人欺负一个囡仔，你再通计较？锦凤，你来了杜阿后，你给我滚！哎呦，你安尼是痛啥？你若真是遐尼着急吼，你就紧讲出来，庆良甲迄个歹看命到底是创在倒位？我要哪会知？你遐笨重，你甲放啦！你已经甲伊车跋变到安尼啊，甲还袂够野心？啊，伊囡仔人，伊也袂晓讲白贼啊！你已经甲问啊这尔功夫啊，啊，伊唔知影就是唔知影。我嘛同款，我唔知啊。慢慢呢，我看是我想客气啊，吼。查某，你两个唔讲话计，要唔你给我挑清楚，就算讲我甲鸡砖仔头敲透透，我嘛要甲敲到着。没办法解决啊！你先躲起来，你先躲起来。你讲，我无什么，我无看到证。林庆良，你哪知？你是不是跟你作伙？是。你讲嘛？没干嘛，没干嘛。少爷，我哪会跟你怕？你不是讲一直在找你哪知？你紧跟我讲，我跟你斗阵。我姐也出来，出来以后，姐也一直哭，流目屎，啊，后来，后来就，后来安怎？我姐啊，家己走去，唔爱找我。姐啊，我姐你怎这么可怜哦？你无做家己自身难保啊，哪有迄个阴公在插你，一定是心脏。这副阴公我瞧到凶死，是。家宝，阿伯，少爷，你爸到底要未？啊，我爸到，
要，你要，巴肚会枵，你就对我转来去，厝内有物件通好食，啊？啊，好，好，好，甲小阿带转去。是，嗯，行，行。 替我已经替你找回来了，建勇啊，谢天谢地，你回来了，好佳哉你回来，好佳哉你会得通无代志，你有去看到无？啊，你的腰袂？啊，阿娘，这你都无看，头毛拢变白去啊，阿娘，建勇啊，我是为你看心到强要死。 啊，去那边看病的嘞！你敢欺凌我胆子都最早，我看也不可能做去管代志，这其中一定不对。天福，你爹说你娘就是扔下他不管，自己跑了。看吧，我说的没错吧？他分明就是有了野男人，有相好的，他根本就不要你爹。哼，所以你还这么死心塌地干嘛？你说。 是不是有什么秘密？快说出来！我不知道，我说我不知道就是不知道。无啊，你是咧话啥？我拜托的，算我求你好不？你唔通搁再逼这个囡仔啦，让恁长卵啊，要袂够开心。你看，你看伊迄两对目睭安尼凝固，袂输咧另外一手人共款，那无生气差。 讲落卡多，都是有你这种死囡仔。我安尼辛辛苦苦甲你饲养大，你一出来跟我讲心了无？让你为恁迄个媳妇，你哦，袂输敢那真心哦，遐尼无情无义啦！你们才是忘恩负义的，你们才是！天皇啊，你是咧讲啥？你竟然敢骂我？你真敢死哦！你，我要痛死啊！ 你敢欺负我这个做当机，这个老你欺负我这么多年哦！哎呀，你讲好话是好话，好，阿娘，我来看，什么叫做好爸母？哎呦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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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打我阿妈！我别怕，我喊你妈妈最害怕。我昨天去，今仔日要来去，我今仔日要喊你一声。 你讲，你甲你宝珠失踪这一枚一件，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？你百姓已经好，你是不是已经清醒啊？你讲，我讲，我就对天王无客气。